人家都是免费的了，我们还说什么呢？我觉得挺厉害的。好，我这把看看他有多厉害，好吧？那个，这把螺丝有点远。半桶，我给你对话一下。我们去 P 城吗？你不想看的话，可以换个直播间去看，不用说这些东西。啊，你可以换一个直播间，换个主播去看，对吧？想看直播的就留在直播间好好看啊，不要发一些无关于直播的弹幕，好吧？想看的就看，不想看就不看，没有人强求你去看谁的直播或者看什么直播内容啊。然后这是我的直播间啊。我去，没枪。这我前方有危险，对吧？妈，我没枪，我也没有啊，我就全没有。这里有危险，咱俩舞狮吧，咱俩舞狮吧。等，进来舞。看直播就图一个开心，对不对？啊。是吧，咱们就看得开心就好了，想看就看，不想看就不看，就这么简单啊！不要发关于直播的弹幕，知道吧？没有意义啊，对吧？没有人强求你看，对啊。没扯，不扯了，不扯了，好好带老板，好好带老板，不扯了，没必要跟他解释，解释什么？没什么好解释。给我把枪呀，你们有多了吗？有没有？我就一把枪啊，有没有七辆子弹呀？零发。来来来，过来集合，过来，我五个龙，我们去龙狮城了，我们赶紧走。龙在谁身上啊？龙呢？龙在我身上。来我这。来。给他吧，我没枪，我去。快走，害怕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子弹，我捡一下。等。找我们。你可以一拖三吗？平常因为我和樱桃都挺菜的，这个四号我不知道。四号能开麦吗？四号，我觉得我不菜啊，上麦最后一个我杀的。那你上麦杀几个呀？他杀几个呀？他杀了20多个，然后我杀了他的零头。啊，真棒！呀。有车，前面有车，估计也是去那边的。啊，四号也挺菜的，完了呀，那你一拖三，你可以一拖三吗？看吧，老板，可能运气好，我就多杀点人，就带你们吃鸡了，知道吧？啊。就如果刚刚樱桃说你免费呀。我是免费。